波兰将打破纪录，开放一个全世界最深的泳池。这座世界上最深游泳池名为深坑 Deep Spot， 位于波兰中部城市 Mielno， 将于今年秋天正式开放。深坑游泳池深度将达到45米，大概是11到12层楼的高度，比现在的纪录保持者位于意大利北部城镇蒙特格罗托泰梅一座深达5米的泳池更惊人，是一项打破纪录的伟大建筑。整座游泳池水量相当于27个普通游泳池，也就是说它可以是用于奥运会短距离游泳的标准赛程的27倍。这座泳池还将包含一个水下隧道，可以俯瞰游泳池的客房以及餐厅和会议室，就算你不会潜水也可以来挑战这座最深泳池。